呢個菜軟熟啊，係嘛？呢個 OK 啊，呢個。你不连佢，你三碗面粉一杯水，又唔该。三碗面粉一杯水，系。咁即系仲要一杯半啦。蝦帽要溶咗先喎，熱好大。猜啦，猜到佢變一個面團啦，開始要。但你整得好幼喎，收起得好靚喎，咁樣。咦？咩嚟㗎？呢啲麵包麵粉啊！哦，整麵粉，整麵包。哦，整麵包，咁得意嘅。依支嘢咧？呢支嘢啊，我種嗰啲枯萎咗嘅植物嘅莖嚟，洛神花嚟嘅嗰啲木。熟咗咪好似嗰啲卷卷下嗰啲，系啦，冇错。哎呀，唔好整咁长啦，如果唔系嗰个路唔够，整个另外一条。我都系试下，
陣間先行一批啦。看看你整了什麼東西啊，家姐，塊板，這是什麼來的？豬來的？兔仔來的。這個呢？這個呢？企鵝。好啦，我看看成不成功啦，等一下。這個味啦，這麼厚。未得啦！依啲你食依啲呢呢啲啊，幼嗰啲啊。呢啲個軟熟噶，啊？呢個 OK 啊，呢個。啲肉鬆，跟住做咩啊？爸爸，呢個呢個，整下呢個先啦，我陣間幫你搞啊。唔係你影我呢度遠啲。